起佛法藏，明如来藏，发性智力啊，行款方便立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何佛众生其庄严佛性，可庄严立佛法藏。啊，法藏啊，最重要啊！那阿难就是持法藏者啊，何得呢？佛陀的身边有阿难尊者，一来为佛事者，二来呢吸收佛陀向大众说法，点点滴滴，字字句句啊，无不都是力。阿难的逆境啊，就是侵入在阿难的意识，这就是持佛法藏的人。阿难当然是过去啊，无量寿劫啊，开始一直发大心，立大愿啊，分析佛法，一直伫咧分析佛法，一直甲因缘成熟啊，释迦佛应世人间出生啦、修行啦、觉悟啦，阿难啦，依佛的亲缘、属亲的亲缘是这么亲，是佛的同修弟哦，所以亲近佛、了解佛的生活习惯，所以以为佛的使者，佛陀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，对其说法，待人接引，从人是什么款的根基，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接引啊？是什么款的知识，都要用什么法啊来说法？这呢，看在阿难的眼睛啊，啊，听入阿难的耳根啊，一切呢，拢收藏在阿难的意识中。这是身心奉献啊，付出为佛陀的使者，发心呢吸收佛陀的智慧法藏，这就是阿难。咱来常常真感恩啊，无有阿难啊，哪有现在佛法好听呢？所以持佛法藏，明如来藏，发性智力，这所有的这个如来的法，拢总呢修藏啦，这要互咱了解这些法藏哦，这些藏法性的道理。法藏那
总发性，可见咱都爱清清楚，这个总就是放物件的地方，这总总纳着真多呢。宝物是仓库呢，或者是宝库呢，或者是大山含藏着内底真多呢的宝石啊，真多呢，或者金属啊，真多哦，真多，拢是表面看不出来，但是呢，含藏伫内底的。啊，这个内底呢，有伊内底的各种的宝物啊！啊，咱人人都有本具的如来真如法性，人人拢总具足有啊！天地之间都有含藏着迄个真理，形形色色啊！每一项的物件都有伊内面含藏的道理，啊，这个道理呢看不到，确实呢含藏啊，在咱人人啊，各性慧海拢总体会得到，只是咱的无明覆盖啦。咱无法度去了解，啊，唔过呢，这道理永远永远都是存在，就是因为伊有有所藏，这个宇宙天体都是藏纳了真多的道理呀，咱大家人敢有感觉到？昨暝的十一点外，开始地震，有几处呢？累积起来，共差不多有二十几处的地震哦，有感地震啊！啊是安怎？这大地呢？啊是安怎？哪会有地震呐？这就是。大地有伊的道理存在，所以叫做地理。啊，这个地理现在呢，就是较不调和啦。地理那是调和，地带调和，那都袂讲遐尼只伫咧地动啊。最近地动的次数真多。现在愈来地动的迄个深度呢，愈来愈浮愈浅起来啊，咱的感觉愈来愈明显哦。到底是为什么啊？啊，有伊的道理。啊，这个道理除了地理以外呢？众生共业，看看日本，看看厄瓜多，到目前为止啦，日本地动到现在，虽然呐，日本的经济真好，那各国的人关心真密切，所以日本呐。虽然是安尼，伊个经济好，关心的真密切，但是呢，要安怎样，搁再去甲伊恢复复建已经破碎掉去的家园，要安怎去复建呢？已经被地震一摇起来。这样呢，破坏掉的一切，还有多少人啊，在收容所里，也不敢回去的人，也很多啊。
何况讲哦，瓜冬也国家条件贫困呐，要恢复呢，搁较困难呐。呀，伫迄个所在，要安怎样去恢复？呀，当地的总统一厝过一厝啊，到迄个才哭泣。一回再一回呢，伫咧抚慰伊个国民、灾民，但是呢，要提出虾米款个方法，会当互因复建，即当阵呢，一直伫咧呼吁国际间呐，是毋是会当来帮助？听伊讲，咱美国啊，系几位菩萨啦、啊，平时都伫咧走国际啊，伫咧国际的灾难负责，安尼伫咧看灾，国知识，国有呢，哎，熊知识啊，总共毋知有几个人，五六个人啦、啊，因呢已经准备特别到。哦，挂到去咯，爱先去了解呀，才会当知影咱到底是要安怎帮助。哈、啊，困难重重，福建呢遥远无期，这是当地啦众生的共业。地带不调啦，啊，这个不调好的地带呢，迄、那个地震啊，急速悬啊，所以共同伫迄个所在生活的人，就安尼呢，共同的苦啊，共业呢，的受灾。真诶，伫现在日本，伫现在厄瓜多，啊，不管是富有诶国家，也会碰到安尼地带不调，伫贫困诶国家，也是共款啊，安尼呢，地震摧毁了伊诶国土啊，这。地带的威力真强哦，哎，所以咱啊，人是真渺小啦。要安怎样呢？会当四大调和啊，就爱把咱的心地搞好以后，净化人心，人人的心啊。爱净化啦，烦恼爱去除呀，无明呢爱消灭，消灭无明，去除烦恼啦，开发了人人一粒心，爱有戒心，人人爱守法守规矩啦。爱真正的坚信自己的行为，爱提出虔诚的心，也对人呢爱发挥爱、友爱的点嘛。所以哪会当虔诚有爱啦？那坚信呢？戒信呐？守规则？人生哪会当安尼啦？世代啦，就慢慢都会调和落来。啊，这拢是对人的心嘛开始。所以咱还是呢，爱真用心，佛法藏啊，
就是啊，咱爱较用啦，佛法总在咱的智慧觉醒，咱爱开发出来，人人本具啊。佛陀就是要来甲咱讲，安怎开发咱人人本具呢？如来藏的发性道理，这就是佛陀所以来人间，要来开启咱的心门，来指示咱的人人啊，本具如来藏发性的道理，要予咱知，将咱家己的内心给开发出来。这些人人本具啊，这个思觉就是最初就有的觉悟的本性，叫做思觉，也嘛叫做本觉。吼，人人本具这个觉性啊，啊，这个觉性呢，含藏着慧海智慧呢，如海啊。大家在咧课上三皈依的内底，皈依法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经藏在多位呢？你要去多位啊深入呢？在咱家己的心里啊，佛陀甲咱指示，予咱家己呢？将咱的慧海中啊开发出来，咱爱一一呢反观自性啊，人人的觉性慧海都去体会啊，安尼这个道理呢，咱会清楚，所以爱真用心啊，佛陀来真干啊，是。行权方便呐，来教育咱，伊是用权因缘生肖，以这个娑婆世界来出生，伊呢会进步，那就是伊的原力，就是要伫娑婆世界度众生啊，选择的地方就往江。王宫啊，成为国王之子啊，安尼大汉啊，是人人所尊重。思想超然，为着呢爱，希望爱呢，唔是一个家庭，希望爱呢，唔是一个国家。所期待的是全人类，希望全人类啦，拢总会当去开发、体悟这个道理。所以，一出家，一修行，一觉悟，哦，觉悟了后，立人群呐，影响力真大，因为伊。本来是一个太子啊，国王之子啊，原来的身份就已经呢至高咯，思想超然啊，修行觉悟啦，哇，这样了不起哦！所以，在人间有话说法呢。甲咱平常人啊，即要讲话予人听哦，都差真多咯哦。伊个身份会至高啦，再搁再呢，优化说法呢，那所以影响啊，迄、那个高印度呢，修行的力度大啦，尤其是。伊个父王啊，支持做伊个护法啦，鼓励皇亲王子
拢会当去出家，这是最大的佛法啦。想看卖，这个影响力有偌呢大呢？所以这些如来行权方便，就来到人间，就是选择安尼的环境，以正济佛。在这款的环境里，吼，那成佛了后呢，要让人了解真理，啊，都要开发方便啦。这众生的根基呀，咱过去就一直讲过去咯，吼，众生的根基，何必争执啦？小性独善其身啦，所以这佛陀爱运用伊的觉性慧海，安尼来导众生的根基，来教育众生，毋茫人人会当入佛法中。人人本具佛性，家己反观自性啦，即入家己的觉。人人本具的觉性，啊，入自己的觉性来，启动了法种。这是佛陀为予大家人啊了解啊，人人。心中总有无量的法在，这是咱的智慧，咱的思想观念啊，那一旦打开啦，观念思想呢，那些一旦启悟，咱所看的事事物物啦，内涵的理。咱就会当真清楚啦，何况讲人事物呢，那也袂清楚啦。这就是希望用种种方法行权方便呐，教育众生入佛法中，希望人人会当究竟彼岸呐，和咱将凡夫。一处感无明烦恼，一旦将法入心解脱，将处感呢高高彼岸去，就是诸佛菩萨的彼岸呐、啊。这种丰富的大觉悟啊，这就是彼岸哦。啊，咱现在呢，就了解，知影佛法是安尼，但是还阁真微弱。啊，希望咱的慧命增长啊，增长慧命呢，才有法度丰富的觉性开发哦，到彼岸啦。啊，这哎，修持如来心清法种。咱也家己也未究竟了解的以前啦，咱都爱修持依教奉行啊，佛陀安怎甲咱教育？咱来真心呢来修持佛陀的教育啊，听法爱真专心来听法，法呢？才会当头点点滴滴呢，入咱的心来，这种修持如来心清法种，护佛众生，来护持佛种啊，佛种庄严起啊，佛种爱真济因缘来回合啊。人人本具佛种，就是被埋的啦。咱人人拢有这个善种子，善的种子都是佛的种子啦。咱这个最清净
的现经济呢，被侵埋掉。那爱好好接受佛所教育，修持如来深深的法藏，听，咱都爱用心嘛。就譬如讲，佛陀在世时，好有一段时间呐，阿兰呐，伊的背后呢，好一粒粒啊，阿奶的，一直呢大粒起来啊，还一直到甲呢红啊，骨精啊，啊内底个功能名称啊，叫做。洋葱，哦，就是大粒，个红，就是咱台湾人叫做发红啦，就是安尼呢，又大，啊个整起来，啊内底个功能啊，好听，痛铁骨脆啊，好多呢，就请一位。当时迄个所在的名医啦，叫做基伯。啊，这位基伯名医啦，哈、啊，看到安尼咔只片，只大粒的洋葱，这一定呢就是爱开刀。这位医生教佛陀安尼讲：阿难尊者，这粒粒啊，爱开刀啦。啊，唔过呢，开刀呢会真疼啊！阿兰呢承受不了这么正大的开刀呢。佛陀就甲讲啊，你放心啦，你就是爱甲开，该开刀就是爱甲挂落去，但是呢。这位基伯还是滴滴啊，咋都压着呢？这是滴滴唔敢落手啦，因为阿兰是佛最最贴心的地主啊。阿兰平时对人啊，就是遐尼只温和，和人人会尊重。爱在，啊，这一几多，那人心安尼个挂落去呢？佛陀知影伊个心中一种不忍心嘛，伫咧忧虑啦，所以佛啊就甲伊讲：你做你放心，阿兰呐，伊听话。伊会当真专心，你对阿兰的身体放心治疗，我呢会讲法啦。现在呢，正是爱讲法，阿兰呢袂用个休困，爱专注听法的事，所以你做你放心嘛。那佛陀呢开始啦。说法，阿兰呐，爱坐真近哦，伫佛的身边哩呐，仰头呢，看到佛哦，大头挺胸啦，坐甲正直咯，安如不动啊。那佛陀所伫哩讲啊，人生啊。这个心本来就是啊，这生老病死啊，身体呢也不清净啊，还关心不净，但是呢，慧命啊，慧命发体呢，啊，犹如金刚，所以。大家人安心，吼、哦，阿兰呐、啊，安心嘛、啊，那医生也都安心嘛、啊，这个法体呢，就是安如金刚啦、
坚固不坏呀、啊，就是安尼解讲，尤其是呢，阿兰仰头看到佛陀庄严的形象，阿兰听到佛陀呢微妙的发音，阿兰呐、啊，有责任嘛，爱教佛法呢，点滴都爱入心来，所以阿兰。伊呢，就是安尼安如不动啊，真紧佛陀发讲话呐，基婆呢也将阿兰呐，卡只片只粒粒啊，解挂开内面的人啊，安尼呢隆重呢解清理啦，内面的这个。龙龙中清理完啦，药啊该割了啊，去啊啦。佛陀呢发感恩啦，阿兰呢感恩啦。佛陀呢问讲，你卡只片也会听无？阿兰忽然间感觉到，哦，卡只片清凉啊。平安自在啦，基婆就甲讲：尊者，你这粒粒啊，已经呢，拢从内底的人，拢从干净了啦。尤其是药啊，过落去啦，无问题啦啦，阿兰才感觉。啊！你甲我治疗好啊，我一点啊都无感觉呢。感恩啊，感恩佛陀呢，用法啊来治阿兰的心。医生呢，用伊的医术啊来治疗阿兰的身体啦。所以阿兰呐、啊。充满了感恩，想看阿兰亲近地佛的身边呀，这么近阿兰呢，迄、那个庄严的体态呀，遐尼只健康的身体，啊，伊嘛会生粒仔呢，而且呢，这粒粒仔已经发红起来呢，是安尼。亲像碗公的大，又正啊，内底又是工人，这那不是要经过医生的治疗啦，那无法度家己好起啊，所以佛法啊，在人间，不是讲哦，哇，我听法啊，我拢总是消灾免难呐。啊，我听话啦，所以呢，我是会当终生不死啦，会当当永远少年。无、哦，咱呢，同款是伫这个自然的法则里啦，同款呢，业来的时呀、啊，也是爱受报啊。这种辛苦病痛，啥人无呢？所以阿兰呐、啊。也是同款吼，有阿尼的病痛，那佛陀呢用阿尼的方法啊，来治理阿兰，可以专心听法。可见阿兰呢，迄、那个责任感啊，就是有负责任，所以才会当专心听法吼，甲佛陀的法啦、啊。点滴听个真清楚，入心来啊！未记得了伊家己啦，已经进入忘我的境界，所以唔免用麻药，迄个时阵嘛无麻药啦吼，唔免用麻药啊，多挂呢，甲咱现在身体同款啊，无麻药挂落去，当然就真痛。但是无感觉，浑然忘我，一直呢，沐浴在法流的内底呢，安尼清凉啊。
佛的教法呢，点滴入伊的心，真呢，真正是究竟彼岸呐，从法从吼，那究竟彼岸已经入心啦，这都是靠伊呢，修持如来心清法藏，伊的责任呢，就是护佛众生，就是爱保护着佛这个性啊，一性就是如来本性啦，即人人本具。但是呢，需要法来启发任何一个人的如来本性，不是为一个家庭，不是为一个国家，是为天下人人的心。本具如来本性，希望普天之下人人呢，会当体会到佛法，会当接受到佛法，那发入心来，哎，身体力行，入定观中啊，去净化人心。希望人人呢，普遍呐、啊，会当得佛的道理吼，开发这份法种吼，那内心所拥有的法种，所以集中向佛性，开中缘呐。集中向佛性，开中缘啊，法啊，一宗旨啦，就是爱的佛性，唔是干那小乘声闻辟支佛，唔是一定的爱开大心嘛、啊，发大愿呐、啊，那迄个宗旨呢，爱向佛的大乘法。这才是真正咱所要修的吼，啊，才有法度成佛，才有法度呢，这个法藏啊，在咱的内心启开来，真的启宗缘啊，入佛法藏啊，这宗就是宗旨，咱的如来本性回归啦，迄个。方向吼，那就是开宗源。到底呢，这个宗旨发性啊，如来发性，伊个源头伫倒位？人人本具嘛，所以啊，就是入佛法藏，入来转来咱家己个觉性嘛，真呢。就是咱爱好好用心啦、啊，发讲会真多吼，安怎讲嘛是要甲大家人讲，咱人人本具啊，真如本性，嘛要甲大家人讲，烦呢，唔是干那向外求，向外求的呢，只是一个方法，其实使用的呢，是咱家己的功夫。你去伫咧学功夫啊，师傅嘛，敢那甲你教讲方法是安尼安尼安尼，将来呢，你要去发挥你诶这个功能，嘛是爱靠你家己呢，靠你家己啊，这要安怎做，会当它完成呢？一项你所专的功夫，这。就是敢那一个方法吼，所求的对我求来是一个方法而已。其实呢，功夫呢是伫咱的内在吼，咱爱学了后呢，咱知影方法，先接受别人的方法，然后呢，咱家己
阁有真侪呢，启发真侪方法，会当家己受用，阁会当教别人受用啊。同款的道理啦，佛法也是安尼，所以爱大家人真用心去体会啦。正面的文啊，当供养62亿诸佛，护持法种，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难就是负着阿弥的责任啦。因为将来啊，会当成佛，但是要成佛呢，这个过程，伊爱搁再供养62亿诸佛，时间是真长啊。结果呢，就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62亿诸佛。长嘛有甲大家人讲过去，其实呢是爱向内啦去了解，就是62见，咱的境界，咱的无明，长真详细甲大家人已经呢解释过啦。咱的境界一天的时间呐，色受想行识，想看，啊这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呐，啊，每一项呢都有包含四项境界，那五是20吧，这20呢，搁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20加起来呢，那就是60吧，60呢，再加上了相见、断见呐。啊，这拢总是见啊，境界呢汇集了真多，也即个无明和尘沙烦恼啊，拢是的。伫遮个物件，伫个作怪，那佛陀爱咱呢，从咱的日常生活中啦，色受想行识伫咱的心灵。在咱的心灵，在咱的生活中，咱要好好呢去体会啦。近这么真近，其实呢，有长来呢62亿啊，啊，其实就是在咱的范围的内底啦。咱生生世世，拢是在咱的范围内底在咧生。生生世世呢，都是伫安尼个无明伫咧滚呐，哈滚滚红尘呐，所以呢，烦恼无明都真多咯。这无明烦恼起伫啦，会当得无上正定正觉。大家人爱真用心体会，接落来这段文呐，再个讲。教化20000000亿恒河沙，诸菩萨定，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名上力圣欢。需要教用啦，在教化20000000亿。恒河沙诸菩萨定，意思就是讲，要去开发啦，开发人人发大心入大愿呐，从小向大，那从小向大，人人呢都会当成菩萨吼。所以，所教化之机啦，有如是定行和沙数，但是不断不断教育啊，
从小圣教呢变成了大圣法，好人人守得独善其身啊，那专为呢救济众生的菩萨道，这呢的人数有遐尼多啦，200,000,000,000,000行菩萨，这么真多吼，啊，这多人会当解得菩提，隆重呢会当觉悟成菩提啦。令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使因大家人呐，会当得到无上正定正觉啦。那修教修因，这个人呢，会当来接受佛的教育，而且呢，成佛过后啦，这个人，这个菩萨啦。会当发大心，行大圣法，救度众生，安尼呢，好好接受这个教育，这就是因，才得受教的人修行就是因啦。啊，这个人修行的因呢，用心就亲像阿难同款啊，专心修。持佛法，安尼呢，慢慢啊，伊会当成佛果，成佛果了后呢，也过会当化度众生，这是颠转相教，将阿难修行、成佛、生生世世的教育啦，亲近伫佛的身边，将佛的法种不断呢。散播给大家人，给大家人会当接受，啊，这些人接受呢，诶，这个生活的因，啊，这些人呢，照安尼去修行，同款呢，得生活的果吼，了后呢，再过再教育其他的人吼，所以令他修因得果。就是安尼颠转相教啦，真呢，咱拢一定爱真用心去体会啦。一粒种子在浩茫中，啊，这个浩茫的种子落地呢，变成了合浦的树，啊，这大丛的树呢，不断的开花，不断的结果。啊，这个果呢，一种子不断散播伫土地上，再搁在后忙成为合浦的树，搁在呢结果再直直传去，同款的道理呀，吼！所以国民将来阿难成佛啊，山海会住在通往佛了后，伊的国名。上立圣幻呐，就是以如来性。义吼，如来亲殊胜的道理啦，就是度因众生，成佛了后就是爱度因众生啊，因度众生啊，所以呢，以正法明示吼，那正法呢来改号名未来的国度啦，叫做上立圣幻，所以。为世所归啊，这呢就亲像讲吼，在寺院啦、寺庙啦，那拢有现迄个圣幻、迄个幻啊、动幻啊，
或者是呢，有啥物发挥呢？啊，这个帆伫个外面，受风安尼飘啊，啊，着人着远远着看到啊，哇，迄个所在有发挥，啊，迄个所在呢是有修行者伫遐，有伫个说法吼，这呢亲像幻察现幻，幻察就是寺庙啦，幻察呢。就是伫古印度呢，有啥物发挥呢？动幻呐，伫飘扬伫空中林吼。那即现在印度啊，同款也有安尼哦吼。那灵见者生境，予人看到，就会当真欢喜。未来啊，阿兰成佛了后，伊个国度呢？就是安尼吼，这就是真用心，咱爱用心去体会，所以这一方式啦，议论高价，对，迄个这一就是讲，伫印度、古印度啊，伊遐方式，啊，大家人拢伫咧辩论啦，啊，那论赢的人呢，伊就会当得到一支旗啊，胜幡吼，啊，就伫遐赢。其实咱遮呢，那有啥物伫咧比赛呀？啊，骹球比赛啦，啥物比赛吼？遐那是赢咯，就举一支旗啊呢，就讲我赢咯，同款的道理啦。这是一个表示，表示呢，智高性吼，那这个智慧真高啊，这个国家呢，迄个殊胜啊。一标志呢，就是人人看到，都起着欢喜敬重的心。所以阿兰尊者呢，道文呐，相信一切，伊的道文啊，大家人呢，无有一个人会当赢伊啦，因为呢，伊拢伫佛的身边嘛，日日夜夜佛陀所说的法。佛陀生活的规则啦，阿兰呢，拢完全收纳伫伊个心中实的内底啦。所以阿兰尊者多闻，相信一切吼，比别人都听较侪。所以故所居国名，常立圣幡。哈，佛法啦，其实呢。是伫咱的生活周围啦，听起来好像佛法真深，其实呢是伫咱家己的内心，真如也是伫咱家己的内心里吼。那凡呢，伫咱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呀，伫五蕴呐，色受想行识。咱生活每一个时间都是有感触到的，有感触的物件，有感受，啦，即有思想，啦，等等啦，即拢总呢是伫咱的生活中啊，竟然伫佛法啦，有法度解解释成即个物件，原来呢。是何用何合吼？那何作？这都是一个法啦。所以希望大家人用心体会法啦，看看一时啊，一时间呢，有几处的地动呢？吼，这呢地大地啦，到底呢也力？咱无法度去体会，但是呢，伊一不调和啦，一动起来的时，咱就有感觉。啊，这个感觉呢，这个
色是大地啊，那感觉呢是咱的感受啊。所以讲起来，色外面通通看得到，拢叫做色。这些物件呢，什么款的形态，咱心所看、所接触，各有不同的感受。这呢，就是融汇在一起吼，咱那会当。从咱日常生活中去体会这个法的用啦，那自然呢，咱都了解愈来愈深吼，那道理呢愈深入，啊，这爱时时多用心嘛。